各位贵宾，请看两侧屏幕，显示楼层、高度、速度及时间。第四排的 screens on both sides indicating floor, height, speed, and time。左上角的monitor，ご覧ください。このエレベーターの高さ、スピード、使う時間を表しています。两侧 monitor 的图形呢，也代表着金属、脑皮、色泽、弯曲的内核实体。我们已经抵达，谢谢。 We have arrived at the observatory. Thank you. 很多大家再见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到了。这没有感觉啊。我也跟你说没感觉啊。我以为下过去。 Thank you.
作为保养的圣品，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张台湾的地图哦，还记得波波跟你们说过，我们台湾长得像是一条鱼，像一个地瓜，也对不对？也像一个叶子。来，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北部这个地方哦，那我们要带大家呢，八天七夜，带你们走过台湾海峡、巴士海峡，这边就是太平洋，然后再回到这个什么？我们回到呢台北的时候，我们还走到东海。好，来，那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台湾的这个宝石珊瑚？有一句话说呢，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故乡，不来台湾不知道自己的珊瑚上。 全世界呢，产量最多的珊瑚就在台湾。台湾呢，产量最多就在哪里？就在我们东部地区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四面环海，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海域呢，它的珊瑚你们看得出来是比较多的？红色就是阿卡，白色是白珊瑚，粉色就是粉珊瑚，某某珊瑚。那外国人呢，世界他会认为粉珊瑚比较珍贵，所以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呢，她呢小时候带过一串的粉红色的圆珠，因为我说过圆珠。 它是性价比来讲，收藏价值最高的是圆珠，因为它是什么，整颗圆的，必须把旁边的耗材给磨掉。但是像我这种啊，性价比最高就是这种，而且它独一无二，没有人会跟你一样，因为它就像是天然之，省去加工，然后直接把它怎么样抛光打磨而已。好，来，那我跟大家说一下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地处太平洋，我们台湾呢有机会呢到了罗马海边了，我们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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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呢到了罗马海边了
它外面随便那几个有贴的就问了，就觉得是挺好的。三角形做的，它做的，像我们这种，就这样。好。Thank you.
我每次都要把电话还不丢，你的话会抢到眼睛吗？好挣扎，我再给你看好了。